市场，棒球真的就是台湾收视最高的，这个没有办法。好，这个时候对于乐天来说会不会是一个机会呢？是乳癌的活动，哇，这棒捞起来啊，不理想啊，这个就跑不了了。起到成了一个小弹跳，那这样等于是推进啊。哇，这个球好像有点被吸住一样。真的，这棒打到了中间方向啊，可是距离不够。这个变化球呢，受到压制的效果啊，遭到了接杀。三人出局，留下了得点圈的残垒，结束了这个半局。